嘛，然后他这个地方他就肿了，然后现在今天就是有一点，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点肿，就是挺不好意思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呀？有没有发现？不会你们还没发现吧？没发现？只要你有钱，哪里都是天堂。我多想回到，我不说没人发现，好好好，没发现就好。好好好，没人发现就行。被封了这么久啊，要不要看看今天的穿搭呀？怎么？看看今天的穿搭好不好？兄弟们点点赞了，咱们点点赞了，看看今天的穿搭，看看今天的穿搭。票子还开了会员，等一下，我这个鞋怎么穿不上呀？今天主打黑色系啊，咱们主打黑色系。赞了，我们点点赞了，哥哥们。还是红色高跟鞋好看啊，换一双红色的看一下好不好看。谁出门这么穿，好傻呀。红色的好像没有黑色的好看是吧？红色的没这么好看。前天就休息了，昨天没休息，昨天在播呀。前天被封了，前天被追封了，被官方追封了。昨天没看到，昨天你没刷到我是吧？欢迎狗哥。是不是没有刷到？还是黑色高跟鞋好看一点？回不去了，别走了，别走了！欢迎兄弟们，晚上好，晚上好，哥哥们！欢迎我们点点姐，欢迎我们点点小姐姐。这么早呢？俺今天稍微早了一点，今天没啥事儿，知道吧？看不见弹幕，离太远了，有点看不清弹幕。大家点点赞，点点赞，我给大家发一个福袋。看不见腿呀，看不到全身，不是想给你们展示一下穿搭吗？展示一下今晚的穿搭。
色，今天全身呢，全身一身黑。觉得今天不是甜心了，今天是御姐心。谢谢我们刺哥的亲吻，感谢我们刺哥。点点赞，我们跳开场舞了，我们跳开场舞了，点点赞，点点赞。穿得太严实了，我怕我穿得不严实就没了。今天是御姐星，我要戴个眼镜看看。你们真的是，我穿白色吧，你们说我穿黑色好看；我穿黑色吧，你们又说穿白色好看。你们到底想怎么样？近况呢？没近况，只有镜片，只有镜。
지금 이 순간 이 순간 눈물이 흘러 이 순간 이 순간 왜 이렇게 안심하게 아직 너를 잊지 못하고 어쩔 수 없이 我们的乖子哦，欢迎大家。我发现我这个背景穿黑色是不太好看呀，是不太好看的感觉。什么高强度？我只知道。皮肤曲，大家等我一下哦，换个皮肤。换个皮肤，大家左上角的福袋领一领哦。谢谢我们刺哥，感谢我们刺哥的66个小星星。换身皮肤去。还有更好的，还有更好的，那当然有更好的。
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骗借梦话，拨电灯，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什么？你们还问价格啊？要问价格的话，那我可就真不知道了。我觉得我这个房间的灯光有问题，它穿黑色就会显得人很那个，知道吧？他还是要，他还是要穿这种比较穿这种比较亮的颜色。同类型啊，那可能是同类型吧。我觉得色系不一样，一个黑色系，一个白色系嘛。一个黑色系，一个白色系。买我这身皮肤是吗？出500买我这身皮肤。还有加价的吗？还有加价的吗？给大家发一个福袋。还有加价的吗？大家点点左上角的福袋啊，没有点关注哥哥点点关注，咱们没加团的哥哥加团啊，哥哥们晚上好。
listen to me when I say I know what you did, so when you said you let go, did you ever think of me? But it's gone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m not a dog, that's all it'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don't you come back to me. I'm not a dog, that's all it'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come back to me, to me. And I know the reason. Did you think that I won't see? But it's gone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 But it's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 I'm not a dog, that's all it'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don't you come back to me. I'm not a dog, that all it'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come back to me, to me. No need to fall on your knees. I'm not a dog, that's all it'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don't you come back to me. I'm not a dog, that's all it'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come back to me, to me.生活中他都不可能是天天都有那么高的激情去干一件事儿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能理解吧。我今天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也不是不舒服吧，我就觉得今天的特别的没有劲。我平时你肯定也不是这样的。怎么还提醒我了呢？为什么老说我呢？谢谢我们乖总，感谢我们乖总，谢谢乖总的荧光棒，好久不见乖总。谁每天有100%的那个100%的这个动力的呀？我最近老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吃一块糖。可以。身体不舒服多，你们都这么说，我拿啥休息啊？我要是一天不直播的话，我用什么吃饭呀？我怎么吃饭呀？谁会养我呀？我听见
然后我状态不好，你们还说哎呦敷衍，跳舞敷衍。你能看看，不能看算了，凑合看得了呗。今天不想，今天觉得我状态不好，去看别人呗，先去看别人呗。就这个死样子了，就这个死样子了。刚刚被提醒了，为什么笛子舞不能这么个跳是吧？给大家来一个猫步轻敲吧，这个舞我可能跳的不是很好看，因为我最近才学的。
少跳点吧，等会状态来了再跳多一点吧。等一会儿换后半场换个衣服，咱们再跳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点不在状态，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有点不在状态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在状态，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到了十二点的时候，咱们换个衣服，然后咱们再跳吧。時は戻せないけれど近くにいてくれた君が苦しいの还有这种事吗？特困睡不着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特困还睡不着？私逃げてたのだけど目を閉じる時眠ろうとする時逃げ切れないよあなたのこと兴奋身乏性不好、哦、我明白了， 心很累但是又睡不着是吧，反复无常。打把 PK 去吧，咱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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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欢迎自己蹦。哎，其实不能 PK 了吧。嗨，你好。你好小哥哥，你是什么类型的主播？我是跳舞主播。哦，我们能玩榜吗？嗯，榜多少呀？榜十可以吗？可以。好，就玩榜十啊。嗯，好，可以。嗯，好，那一会儿见。那输了才艺可以吗？嗯，可以。好，那一会儿见。嗯，打榜时肯定打不过他，但是呢，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我们榜十了，哥哥们，咱们有没有十个小哥哥？咱们墨镜占榜吧，咱们墨镜占榜，哥哥们，来一会儿奇迹在线吧，咱们墨镜占榜，哥哥们，有没有哥哥来个小墨镜的？咱们墨镜占榜，谢谢我们刺哥的亲吻，感谢我们刺哥的亲吻，一人一个小墨镜，谢谢我们阿舍哥哥的亲吻，谢谢刺哥的亲吻，亲吻占榜也行，我们要十个哥哥亲吻占榜哦，十个哥哥亲吻占榜，哥哥们，十个哥哥亲吻占榜，咱们对面这么多眼镜占榜呀，咱们有没有哥哥凑个眼镜啊，凑个不少，凑个波波啊，凑个亲亲呢，凑个亲亲呢。跳个亲亲，对面眼镜，咱们也眼镜吧。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理我？跳个眼镜，哥哥们，这个眼镜来日必还，好吧？谢谢我们鸡鸡蹦，感谢我们鸡鸡蹦的眼镜，真能凑个眼镜，凑个眼镜，下播可以找我，我还你。这个眼镜来日必还，这把 PK 必须要打，今天第一把 PK。这个眼镜。不都一样9.9的特效，一样的，这个眼镜来日必还，完了他们干嘛呀，他们怎么找？找我，我给你私聊我就行了。这么多眼镜，咱们凑凑眼镜好不好？我看凑几个眼镜，宝石是吧，宝五都没打完的，还宝石，好。谢谢我们一诺千金哥哥的眼镜，感谢我们一诺千金哥哥的眼镜，好，先把榜占齐，占不齐一点，还差五个呢，太丢人了，还差五个吗？好，真的很想笑，还差五个榜，借个眼镜，下播还你们，来日必还，不还我就是虚构。谢谢我们心念哥哥，感谢我们心念哥哥，好，感谢我们心念哥哥的捏捏小脸，好，我看还差几个哈，看一下还差几个，还差五个呢，还差五个哥哥，打榜十，
打榜十，我也打榜五呢，还以为打榜十、啊、还差五个哥哥的眼镜，还差五个哥哥的眼镜，有没有人理理我呀？五个哥哥的眼镜，好好好，大家都不理我，行行行，好好好，都不理我，哎呦，我告我妈，你们都不理我。感谢阿瑟哥哥的为你点亮，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一切。有没有人理理我？谢谢刺哥的亲吻，刺哥已经站过了，他还继续为咱们的努力。感谢我们刺哥，谢谢我们刺哥，给刺哥点个关注吧。下播记得问我要啊，下播记得问我要。喜欢星星的众筹了，对对对，喜欢我的众筹了，不喜欢我的也众筹一下好吧，不喜欢我的也众筹一下，就是有钱的，有钱的咱们，有钱的咱们上点，没钱的咱们借钱上点好吧。要啥要啥，我开玩笑的，我的意思是下播问我要十块我还你。Are you ready to party? 下课问我，下播问我呀。哦呦，这个手塔可以，还有最后的十五秒了，这打的榜十站不起啊，榜十算了吧，榜十站不起算了。欢迎我福老哥哥，还有最后的七秒了。我就这么一说，哟哟，谢谢我们福老哥哥的羊羔仔仔，感谢我们福老哥。要泡泡。还说实话还没有黑虎家的哥哥要了我的泡泡呢，谢谢我们福老哥，感谢我们福老哥。好久不见，但是呢还打了总榜吗？没打总榜，反正是输了。真的很想笑，谢谢我们福老哥哥，感谢我们福老哥，好久不见福老哥哥，谢谢我们刺哥，感谢我们一诺千金，谢谢我们阿 Sir 哥。我看一下咱们榜十是多少啊，哎呦，不好意思念，等一下，我开个麦吧。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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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宝石我们输了，那我们就来个才艺就好了，才艺是吧？好的，那输了打宝石，福老哥哥，那我们来个才艺局好是吧？那我来一个，来一个舞蹈吧，好不好 ？OK，OK。宝石那纯输了，打总榜的话也不一定能赢，我感觉。这里就是念，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缠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念念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辛苦了，辛苦了。好，很棒，很棒，很棒。OK OK， 好嘞，好嘞，那一路长虹，一路长虹，一路长虹。嘟嘟嘟嘟。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
好看吗？好看吗？大家说一下好看是行不行？不行，我这个假胯我都要跑到天上去了，我这个衣服好看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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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福老哥哥，昨天我还找小丑号连麦了，小丑号这个老六他真的是。我微信找他，然后他说他那个微信没有登，他拒绝了我，知道吧？他都没有开那个麦，好久跟他没连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就等你们夸我好看呢，然后你们半天也不夸，真烦人。你们也不夸我。相信那一天。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对对对对，就这么夸，就这么夸，以后就这么夸，好吧？谢谢我们鸡鸡棒哥哥的亲吻，谢谢我们鸡鸡棒哥哥。好看的不要不要的，好好好好好，下次就这么夸我，好吧？好好好。下次跳舞就这么夸我，好吧？我们这样吧，我们再打一把 PK， 然后我们10点重新开一下，我重启一下自己，好不好？我怎么觉得我一点都不在状态？10点的时候重启一下自己，换个衣服重启一下自己，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再打一把 PK， 然后我们10点的时候重启，重新画活星星。下我这两天没咋去看，你这两天没去看他呀？我还以为是我昨天跟小丑号发消息了，你才想起来我了呢。Hello Hello， 老六你好。Hello Hello， 干嘛叫我老六啊？他们让我叫你老六是吧？他们是谁啊？就是有人让我跟你连麦，就是叫你老六。站出来啊！咱打一把，打一把，好，打总榜吧。嗯嗯，打总票。嗯，好好 ，OK， 你买了？过程怎么说？过程不玩了，不想跟你玩。我看一下，不想跟我玩，你给我打。看啊，站起来给我看一下。站起来给你。过程咱们就走路，好吧？走路。好，行，可以走路。谁说你走路？ Okay， 那我们闭麦吗？闭麦都可以，不闭麦也可以。啊，那不闭了吧？想听看看你怎么说我。我说你干什么？我又平白无故，我又不是那种乱七八糟，我说你啊。啊，哥什么？谢谢谢谢我们宫保鸡丁哥哥，这是我的好朋友。哎呦，谢谢我姐，谁没有啊？谁没有？3、2、1，我都毕业了。对，我感觉福老哥哥也是，这都50几了。谁是谢谢我们鸡鸡棒，站起来看看这个叫江妍妍的。哎呦，谢谢我们福老哥哥的金跑车，感谢福老哥，谢谢我们福老哥金跑车。已经毕业了，然后回来看一下你的。我也在加成，宝贝，把加成过一过。回来看一下你的校友是不是？你的校友还在直播。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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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灯牌，我看看啊，灯牌。哦，20级了呀。怪不得呢，你都耗子加20级的灯牌了，怪不得说毕业了。觉得你是一个很专情的男人。他怎么走的呀？我没有那啥，我走不了。哎，你们说他怎么走的？有没有救救海王哥？也是跑步机，他没有跑步机，他没有。弗老哥哥，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了，要不要？哎呦，谢谢我们夏哥的比心兔兔，感谢我们夏哥的比心兔兔。摩托布，对，要不要加一个联系的方式呀？在直播间问大哥要联系方式。天生火火，谢谢我们夏哥的比心兔兔，感谢我们夏哥的比心兔兔。
谢谢我虎子哥，救命啊！感谢一下黑虎队，游戏显示成。我黑虎队的哥哥都在呀，那四哥还有鸡鸡蹦哥哥，还有鸡丁，不知道在不在我直播间，让他走了，鸡丁走了。谢谢夏哥的亲吻，感谢我们夏哥的亲吻。夏哥看见江妍妍就是说非常的。非常的喜欢。小小老虎。谢谢我们夏哥的亲吻，感谢我们夏哥。感谢胡子哥的冰糖玫瑰，快对面吧都。打得好，打得好，把江妍妍打得好，哎哎哎，感谢我，感谢我，把江妍妍打得好，好好好好，打得好是吧？起来，起立，打得好，好，你这句话说完，我就感谢我万宝石，谢谢我的家长，感谢我家长，啊，我走不好，退，后退，后退。咱们有没有舅舅？还有三十多秒，咱们像他那种走不好哎，我只能这么走。还有最后三十秒，咱们众筹一下，偷个塔好不好？偷塔了，偷塔了，偷了他，偷了他，偷了他。让他给我们跳个舞，这文化是。叫他跳个舞，跳个舞。叫他跳个舞，还有最后的十几秒，咱们一定要把他偷了，一定要把江妍妍偷了。小塔猪，请准备，小塔猪。哎哎哎！啊啊！谢谢我们福老哥哥的豪华游轮，感谢我们福老哥的豪华游轮，真行！感谢我们福老哥，这个咱们就是说，要不然再来一把。再来一把，你敢不敢？三局两胜，你怎么还打上三局两胜了？第二把跳舞，第二把跳舞，第二把跳舞，三局两胜，不应该，咱们刚刚忘记手了，来还真来了。好好好，你来你来。三局两胜，三局两胜是吧？他非要给我打哈，这是他要给我打，对不对？他还不服气，没把他打赢，他不服气。那我们第二把玩啥呀？玩啥呀？跳舞，不要你走路，穿这么性感，穿这么哇塞，跳舞。啊，跳舞，按着他打，好好好，按着他打。好好好。开局了吗？开局了吗？感谢我披萨。咱们开局了，打这个敲子儿。谢谢我们刺哥的怦然心动，感谢我们刺哥的怦然心动。来吧来吧。欢迎我们呀！欢迎我们烟动物语。换歌，感谢我，起来，众筹打老六了，起来，谢我的怦然心动，咱们众筹一波，哥们，咱们一起众筹一波，谢谢我们夏哥的热气球，感谢我们夏哥，众筹一波，南宁王呀，不，南宁王，来来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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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哎，我这个，你不要这个歌是吧？感谢我的万山烟花，感谢我。咱一起做搓一波好不好？一起做搓一波。谢谢五窝，感谢五窝，谢谢五窝。欢迎鲨鱼哥哥，鲨鱼哥哥好久不见。谢谢我们新十三，鲨鱼哥能不能江湖救自己一把？江湖救自己，江湖救自己。感谢五窝，谢五窝，欢迎虎子哥，虎子哥江湖救急，晚上好，好久不见。嘉诚能过一过吗，宝贝们？嘉诚能过一过？你们嘉诚了，嘉诚了，不是让我揍老六的吗？这把怎么说？不是让我揍老六吗？一个保时捷，一个保时捷，我们差一个什么？我看一下。谢谢虎子哥，感谢虎子哥，谢谢五窝的保时捷，谢谢五窝，感谢。感谢我窝，谢我窝的保时捷，感谢我窝的保时捷。啊，好好跳吧。
感谢我们的财阀团，谢谢我的财阀，感谢我们财阀，谢谢，欢迎我们远道而来哥哥，好久不见，感谢我财阀窝，感谢我们窝小窝。亲吻，谢谢我们夏哥的捏捏小脸，谢谢我们刺哥的亲吻，就差一嘚瑟了，就差最后一嘚瑟了。感谢成哥，谢谢成哥。打平手看不起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哎，一个亲吻给他对过去，就差一点了。我们没有，我们点点赞也可以，点点赞也可以，家人们。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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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妍妍行，哎呀，哎呀，哎呀，他开始了，他开始了！谢谢我欢迎南泥王，谢谢我丢丢，哎呦我的天！对对对，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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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很有感觉。谢谢我们夏哥的浪漫恋人，感谢我们夏哥的浪漫恋人，好好好，大江妍妍，大江妍。什么意思？谢谢大家继续，谢谢我豆豆。他怎么会？他怎么这么有钱？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了，还有咱们还有最后一分钟。感谢我豆，感谢我窝，谢谢我们窝，感谢我窝。谢谢呼呼的，谢谢夏哥，夏哥。哇，谢谢弗老哥哥的。抖音一号，感谢我们福老哥哥的抖音一号。天哪，江爷爷你服不服？江爷爷还有时间了，一分钟拉票，还有一分钟拉票了是吗？好好好，拉票哥子吗？啊，闭麦了，要拉票去了。谢谢我们福老哥哥，感谢我们夏哥的礼物，谢谢大家。哦，我的天哪，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帮我，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谢谢我们福老哥哥的抖音一号，感谢我们夏哥的浪漫恋人。还有最后的十七秒，咱们众筹一下，还有最后的十七秒，真的真的最后的十七秒，咱们收割打哈，看我家大哥了，还有最后的八秒，最后的六秒，咱们收割打，最后收割打。看我家大哥了，福老哥看出来咱们家的凝聚力了吗？可以说一点没有，可以说一点没有，差200元是咱们啊！听纷纷扰扰，喜怒哀乐这江湖大道。抽大了，哎呀，这怎么搞呀？我问一下他，咱们这1:1怎么样？3局2胜，1:1怎么说？我来看一下啊。我会来到你身边。怎么说？怎么说 ？Hello，Hello， 一人一个才艺吧，是不是？一人一个才艺啊，那你先来，你来，你第一把输我的，我来等，我等会儿来，我看看你怎么个事，我看你怎么个事，然后我再来啊。我怎么个事？嗯，看你。小人一天天的。你先来，你先来啊。咱哥，咱们开始一下吧，咱们就是说，我先来。OK 吧，那我先来吧，我先来吧。嗯，我想一想，我们填个什么无丢？欢迎1234。这一天天的，这一天天的，这一天天的，这一天天的。那我们就挑一个。等我一下啊，等我一小小。我这个无丢，这个小无丢。嗯。
lose your chance if you panic the lights. Roll up, gonna catch that fight. Top floor, we ain't tryna go down. If you like it, go down.好，行啊行啊，江爷爷，那我们鱼摆鱼摆，那我们一起取个节礼了。欢迎我们胡子哥。那他跳这个呢？那我跳什么？跳个跳到擦边了。什么？别，你叫我跳擦边了，我就跳擦边的。咱俩都没了咋整？我不会没有啊。啊，对，那我会没有。他这个你不跳，你别跳擦边的，你跳个稍微擦的就好了。微擦是吧？微擦是吧？对，微擦。别太差了啊，不然待会我也没有了。你还怕？你还怕？他还怕？那我肯定害怕呀！你别拖累我了啊！小曼，那我们跳一个黑桃 A，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偷偷的给我跳，就为比过他，我偷偷的给他跳。你想美？对，你可以偷偷的私下给我跳一个，没关系，多大点事儿，我是女孩子。还有忍者，你不露个拳脚吗？露个腿儿。你还想看拳脚？拳脚的话，我得穿高跟鞋。你就穿高跟鞋儿。哎，哥姐们，给你们整个福利了，哥姐们。怎么，你们还喜欢这类型的？穿高跟鞋跳。都可以，都可以。那高跟鞋就跳 number nine 吧，动作脚的动作比较少。number nine 是吧？可以。OK。Number nine.你就跳个韩舞，一点都不解气、啊。想笑？为什么想笑？我跳这舞为什么想笑？有那么好笑吗？啊，还挺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腿挺长的，我就看腿去了，舞蹈我都没看。凑合看嘛，凑合看嘛。你有一米八吧？有一米八几？一米九二。我站起来都能跳起来，都打不到你的膝盖了，这么高。是因为那个，是因为穿高跟鞋不太好做动作，你知道吧？我还没有练的那种穿高跟鞋可以飞的那种，江妍妍可以吗？我们是看高跟鞋的人嘛，我们是看舞蹈的人嘛，我们只要看腿就行了，看腿就行了。啊，只要做节目看腿就行了，看舞蹈干嘛啊？身材好不就行了嘛？行，我先撤了啊！啊，撤了撤了，拜拜拜拜。咱播间三万人可以给我们星星点点关注啊！谢。我走了，哈哈，他给我点关注了。他不说他要走吗？然后我就立马点了一个关，立马就走了。
哎呀，我来感谢一波大哥，嗯，太尴尬了，太尴尬了，我就直接走了，直接走了。来来来，咱们感谢一波大哥，谢谢大波，谢谢大波，谢谢大哥。感谢我们弗拉哥哥的抖音号，还有各种各样的好看的礼物。谢谢我们夏哥，感谢我们夏哥，谢谢我们刺哥，谢谢我们阿成哥哥，谢谢我们阿成哥，谢谢我们阿四哥哥，感谢哥哥们，谢谢哥哥们为本直播间送来的大力支持，谢谢哥哥们。谢谢哥哥们。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怎么你们都无动于衷啊？我感谢你们都无动于衷的。想相信却又忍不住，这个线怎么回事？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反着你。欢迎我们陈哥，今天陈哥是不是出去玩了呀？今天来晚了哟，我今天开播比较早，我都开播一个小时了。今天腿是不是有点黑呀？我感觉今天的腿好像有点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的光没打呀？不解气，弗老哥哥说不解气。好好好，原来是因为不解气。那咱们整一个稍微解气一点的，稍微解气一点，因为刚刚提醒我了，稍微解气，开个隐身去偷瞄。你偷瞄谁？偷瞄江爷爷吗？还是偷瞄我？你怎么能偷瞄江爷爷呢？偷瞄我吧。弗老哥哥，你说实话，我之前直播的时候，你有没有偷偷的来看过人家？可以了，别整了。好的好的好的。你有没有偷偷的来看过人家？你快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你快告诉我有。没开隐身好久了，那就是没有看过我，那就是也没有看过我。我真服了，你就不能骗骗我吗？你就骗骗我说，嗯，我开隐身来看过你。哼，一点都不会骗人。谢谢谢谢哥哥们的小礼物，谢谢哥哥。我是最好看的。好的好的好的，感觉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我跟弗老哥哥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就很多哥哥咱们就是比如说刺哥阿瑟哥哥可能就是认识我时间比较短吧，哎，然后基丁他们认识我时间比较短，可能就这三天，就这两三天哦，就认识一个星期了吧。但是弗老哥哥不一样，你知道弗老哥哥我跟他多长时间认识的吗？大概在个六七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就认识了。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嗯，就那时候我开始做直播，然后跟小丑号连麦的时候就认识了，就是他一路看我直播变成这个样子的。你觉得我有没有变好看呀，弗老哥？一路一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虽然没有怎么成长，虽然没有成长得很好，但是也是有一点变化的，我觉得。那年的夏天出来抖音就相识了，你狗屁！哦，是的，是的，那还真是夏天，今年夏天的时候来抖音就认识了。怎么了怎么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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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本来就漂亮不是吗？嗯嗯，是不是更好看了？
是不是更好看了？你快说是。以后可不可以经常来看看我？就算不投喂我，你们咱们也就是融入一下直播间，好不好？好开心啊！对呀、啊，好开心。咱们打 PK 的时候不会是空无一人了，还有咱们直播间的哥哥一起就是帮星星打 PK。夏哥，下次不要只看到江妍妍这么有战斗力，行不行？你看到别人也应该有战斗力。一直有融入，行，你们都融入起来，好吧？每天都会来报道，好好好好。我觉得吧，弗老哥哥比较，他是比较社恐，你知道吧？有空会来，现在少了。你是不是那个那边已经20级了，然后就觉得，已经毕业了，然后就上的比较少，还是现实工作比较忙啊？你掏你，决定抛弃老头了。那你昨天怎么没来呀？昨天没看到我直播吗？灯牌一个不拉，好好好，行行。哒哒哒哒，老头是谁？已经忘了老头了。胡老哥哥是现实比较忙哈。昨天没看到我，一看就不关注我。我昨天也播了，哼，逃课的我回去就打小报告，说有这么多小哥哥过来了，是吧？有关注我的，那你怎么没看到我直播？对，20级毕业了，要不要再培养一个20级？再培养一个20级，但是我感觉我不靠谱。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也不靠谱。我害怕有别的妹妹来找我，来端我的窝。胡老哥，你说有没有那种可能？我玩富贵跳嘴实名观看富贵哥怎么最近都没来看我？富贵哥被哪个小姐姐给那个了，拿下了呀？还是被老头拿下了？好好好，你要这么说那没毛病。九红找我连麦。Hello， 我家有包子来看。嗯，江妍妍，我把江妍妍拉进来。江妍妍，你拉江妍妍啊？就刚跟你打完吗？江妍妍，咱可打不过呀。你拉进来。我不打，你拉进来。江妍妍哦。我家全是探子。全是探子啊。啊，全是探子。不要太累了。有一举一动全告诉我。江妍妍估计会拒绝我。据我多对对他的多年，你看他拒绝了我的多人 PK。你拉他，再拉一遍。为啥你俩认识啊？对，我俩认识。对，你俩认识，为什么之前不给我拉呢？因为他属于那种他不擦的那种。不是，家人们，谁跟我说刚才那个江妍妍比我顶的？谁说的？是顶，但是他不擦呀。我看一眼，我看你的直播吧。他拒绝了我，他又拒绝我了。这不怪我啊。在吃包子，你帮我进来跟他说一声，就是有人找他，不是说找他打 PK。不是，他不会这300多个人，这不接很正常。好好好，弗老哥哥，你先去吧，谢谢弗老哥哥的礼物，感谢我们弗老哥哥。不是，他这播间不接他老麦很正常啊。谢谢弗老哥哥，感谢弗老哥哥的今天的礼物。对呀、啊，我就说嘛，他不是那种擦边主播，他、没事，这主播他肯定不能擦，他不是这么多人，我不去了，我去了就要退出去，为啥呀？江妍妍你都不知道还干中介，哥们儿，我这中介推的是擦边主播，我推的什么意思？那这么说我是什么？等你这哥们儿，你说。你这江爷爷都不知道你干什么中介，我说实话，哥们儿，我知道主播你还不知道呢。行，那你玩，我先走了。走了，好，拜拜。你要打 PK 啊？没有票。
好好好，没有票走。我去跟他说，那算了吧，他都拒绝了，他拒绝了连麦，他。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老头要跟他连麦，我觉得老头会喜欢这种比较韩式的这种风格吗？算了。跟他对话要刷钱了是吧？都拒绝两次了，对。我找他不是打 PK。老头是谁？是那个谁？嫂子呀。就是那个跟我连麦的电竞熊二，难道我要成为中介吗？那九红不是一直让我给他推荐好看的主播吗？我不是不知道，我不是没有推荐吗？那我就把江妍妍推荐去了吧。你去跟他说也没事，你给他刷个热气球，他就听你说话了。女主播就这么现实，女主播就这么现实。你给他刷个热气球，他就能看到你说话了。那没有，好，那没有，不去了。那有这热气球还不如给我呢，是吧？还不如给我刷个，那不刷了，还不如给我刷个热气球呢，对吧？昨天他们播到4点，我的妈呀，好劲爆，跳舞跳的好劲爆呀！有这好事不叫我是吧？之前给过他飞机了的，什么时候呀？打他的时候给过他飞机吗？就是那啥吗？我下播了。我在他家也是当官的，不好说我怕。哦，没事没事，不用说。他爱跳不跳，真的是还求着他跳呀，爱跳不跳。不是有一次飞机跳舞啊，你居然点他的舞啊，你居然点他的舞。你那花钱能不能点点我的舞？是的，爱跳不跳。咱没脾气吗？都拒绝我两次了，爱跳不跳。星星跳一个，星星说跳就跳，真的。他有点敷衍，表示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他。宇宙之星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宇宙之星？我看一下啊。宇宙之星多少钱呀？什么叫宇宙之星？哦，宇宙之星，哦，宇宙之星是1888块钱，然后但是它要到16级灯牌的时候可以送，就是必须要到16级灯牌的时候才能送。对对对对对，16级，你16级还差多少呀？不晓得嘞，你这样，你打开，刚那首歌叫暖一杯茶，你打开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头像，打开这个头像，然后打开一下上面的等级，如果你没有把我取关的话就有等级。
烫伤了我的眼眸，那些痛的承诺就像大雨滂沱，至今我的我都发烧。对对对，看亲密度就行。对，那个灯牌送一送。Hello Hello， 小姐姐你好。我们什么类型主播来的吗？唱歌主播。唱歌主播，我们输了，才艺表演吧，好不好？可以的，可以可以。好。你是唱歌还是跳舞？我是跳舞，我唱歌的。你是唱歌主播是吧？嗯嗯。可以，那咱们就输的人带特效唱吧。带什么特效呀？就带一个惩罚性的，好好，知道，随便一个特效就可以。好好好好好，嗯，好，嗯，听完了啊。哒哒哒哒哒。别想大雨，听我听他要。哒哒哒，咱们我还差16万亲密度，16万亲密度，挂机也算哎，每天挂机也能挂点亲密度。16万是多少钱？谢谢我们阿瑟的小星星，感谢我们阿瑟的小星星。16万是多少？1600，是1600吗？咱们站榜了，没有点关注的哥哥点点关注，没有点赞的哥哥点点赞，我们占个榜，占个榜。每天满的话，一个半月差不多。每天满的话还有一个半月差不多，那还你还早啊，夏哥。为什么15级这么好升，16级这么难升呢？看缘分嘛。那就是不给我升，爱升不升。我也可以。我这15级费了好大的劲儿，那确实，那确实。每天打满81，那也得我播。中间我一段时间没有直播，知道吧，兄弟们？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他可能没有打上。新年礼物也可以啊，新年礼物可以。可惜不是你陪我走下去，就这样我们的故事每当有好结局，太阳没升起，我也能和你。我捡起破碎的心狼狈走下去。你这个灯牌都不加的。我也可以。好久没去我们家千万家族连麦，是这样的，我一般让千万哥哥找我，他要是不找我的话，我怕我打乱他的节奏，我去找他连麦，知道吧？咱们还有2分钟，有没有哥哥咱们一起搭把手的呀？搭把手，搭把手的。我求求了，我求求了，我真的求求了，我求求了，求求啦！谢谢我们遇见哥哥的眼镜儿，遇见哥哥的话还差7个眼镜儿，如果按照眼镜的话，谢谢我们遇见哥哥的眼镜儿，感谢我们遇见哥哥的眼镜儿，还差几个？你可以私信他，叫他带带你，他也挺喜欢我的，我知道，但是我。好好好，我私信他，我自己私信他。有没有人帮帮我呀？啊，救命呀！江湖救急了，江湖救急了。遇见哥哥今天捡破烂只有一个眼镜，能吗？明天能不能多捡点？一个眼镜是不是有点少了？谢谢吴玉哥，感谢吴玉哥哥的亲吻，谢谢我们吴玉哥，嗯啊，好好好，吴玉哥，我下播多私聊私聊千万，让他，嗯啊，
谢谢我们成哥的私人飞机，感谢我们成哥的私人飞机。成哥你在呀？我以为你不在呢。明天我努力，哼，多多努力。咱们还有最后的八秒，咱们守个塔好不好？我总感觉不太稳当呀，对面有点条件的。哎呀，我的妈呀！感谢我们哥哥，今晚他没播，明天他要开播啊、哦！今晚他还没播呀，我还以为他开播了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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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成哥，感谢我们，谢谢我们遇见哥哥，榜八了。Hello Hello Hello， 感人打榜十了都，谢谢我们胖虎哥，谢谢清茶哥，谢谢小明，谢谢莱西，谢谢甜心，谢谢陌生人，谢谢开心姐，谢谢三斤半，感谢大家。我们开个麦啊，开个麦，开个麦，开个麦。Hello Hello 小姐姐 ，Hello Hello Hello， 我其实是一个我其实是个跳舞主播，然后我可以给你带个特效跳个舞，好不好？那你就不用带特效，你直接跳吧。啊、直接跳吗？嗯、好好好，直接跳。行，我就要是，Come on， Let's go。나는너만보여줘 아무것도 필요없어 함께 할 수 있다면 참 많이 도 싸웠죠 별거 아닌 것들로 돌이켜 생각해보면 난 웃음만 나와요 그 네 소식이 궁금해 죽을 것 같지만 이제야 어쩔 수 없는 그런 사이才能对，为何天空不作美？嘿，这是我写的第七回，看鸟儿成双成对飞，这次又是写给哪位？欢迎猪哥。也许是没有相依偎，我去开个小差，干嘛去？玫瑰的泪。何时才能归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baby 走啦，谢谢谢谢吴玉哥，感谢吴玉哥哥视频。好的好的，要跟你家老大去视频了，我知道了。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baby Don't see you
什么时候下？早的吧，我得到两点，现在才十点多呀，我在台上播，十点下。那晚点来看我，晚点还来吗？写的第七回，干鸟儿真想真对飞，这次又是写给哪位？ Oh, C 也许是没有相依偎，所以没有玫瑰的泪，你何时才能还可以就好。哎，你拉个好友吧，小星星，你拉个，要不你拉个人跟你一对，我跟水生生物一对。啊，好好好，是吧？我来把阿达，
跳舞很厉害。OK OK。我拉个人跟我一对，那我要拉个谁呢？拉个不拖你后腿的就行。不拖我后腿的，那肯定我拖他后腿啊！关键是，哎，说这话。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先这个男的挺帅的。这男的挺帅的。啊、说我吗？我这边有人说你挺帅的。拉不着女的。拉不着，我只能重新来吧。我看男的好像是。男的说我韩九日，我拉韩九日，我拉个女的，我拉。哎，你不，哎不，阿姐被同性认可是最高等的赞赏。不，要被异性。不不不，你这个追求太低了，你格局没到。拒绝了我的话。我没格局。小金，小金是。我没有什么格局。你拉一个吧，我拉不着，拉他吧，我看一下这个小姐，这个小姐挺会的，但是她每次跟我。这男的谁呀、啊？你也觉得挺帅的，你也觉得挺帅的，完蛋了，阿杰飘了今天。好好，大家都拒绝我，阿杰来一个吧，跟我一对儿。你找你不是我给你拉个什么样类型的呢？都可以，都可以。气死我了！好好好，都拒绝我行吧？几个菜啊？对面男主可以，怎么回事啊？我的评论区被。他们都懂水军吗？这是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有水军啊？我主打真实。居然说阿姐长得帅有错吗？哎呦，他怎么卡住了？拉一个，拉一个谁呢？美男看看他来不来？说他没耳朵。哦，美男来了。Hello。美男。Hello。嗯。你跟星星一组，我跟水生生物一组啊。好，好，水生生物我过去。OK。哦，好快，加油！来了来了，什么惩罚？才艺呗。行。好好，那我闭麦了。闭麦了啊。好嘞。啊，我要。哒哒哒哒。破个蛋。谢谢我们猪哥，感谢我们猪哥的亲吻，感谢我们白星的人气票，哇！感谢猫姐，猫姐晚上好呀，猫姐。宝，我想你了。宝，我想你啦。有没有？哎，咱们这边高的是吧？我的队友还挺给力，你别说，你还真挺，你别真别说。就低了点，有没有人救救我呀？我是全场最，哎，不是我，也不是全场最低分。救救我！有没有人救救我？给猫姐的鲜花，感谢猫姐的鲜花。救救我呀！有没有人救救我？
我们队友，我给我们队友真的拉低了 GDP， 救救我，咱们差一个抖音一号了哟，这么快。好好好好，行行行，星星乘520，咱们差一个抖音一号了，这根抖音一号来日必还，这根抖音一号。老六，谁老六啊？救救我，有没有人救救我？喂，有没有人救救我？猪哥的等待花开这个特效可太好看了，你咋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呢，我来录一下。感谢我们猪哥的等待花开，谢谢我们猪哥。这特效还好，挺贵的，这么贵呢，700多块钱呢。谢谢我们猪哥。还有40多秒了，咱们有没有首个他的哥哥？还是差了很多，真的不想跳舞了。天天都是我跳舞，我怎么病这么苦？能不能不要让我跳舞了？就这个要求，别让我跳舞了，好不好？哎呀，谢谢我们成哥的抖音一号，感谢我们成哥的抖音一号。行行行，不用跳舞了，咱们守个塔呀，守个塔，最后的10几秒了，咱们务必能不能不让我输，真的不想跳舞了。哎呀，最后的5秒了，啊啊啊啊！关关关！感谢猪，我看看，谢谢猪哥的保时捷，猪哥你数学挺好啊，你这精准控分啊。谢谢我们猪哥的保时捷，感谢我们猪哥的保时捷。猪哥，你真精准控分啊，可以啊，你精准控分，拿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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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陈哥的抖音哈，谢谢我们猪哥，感谢我们猪哥。卖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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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Hello， 我给自己放大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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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发一个，实属意外。我美男，你发他吧，美男。我，好好，我就罚你跳个烧烧舞。好。强强他可以的，你相信他会余生。跳个舞啊。嗯，跳个摩托摇烧烧舞，摩托摇好摇一摇好不好？好，烧烧舞就行。烧烧舞，那我太烧了，不敢说。哎呦，空空！谁踹了他一脚？还有一段啊！好。腰真疼啊。它好柔软，它是柔软的泥鳅。
不花。Best music mix only here. 带了带了、啊、今天带了三个吊坠宝贝。哎呀哎呀好啊好啊好啊。三个项链。他卡了好像。我没卡吧。星星。哎。嗯他叫蕊蕊还是星星星星星星啊。咱俩点个关注呗宝贝。好好可以可以。万人肉包咱们可以查玩。嗯 好。他干嘛了他卡了。看你天地。他网络不好。啊他咋的了没卡呀。是啊。我卡了。他网络不好。那我们我想问问第三个怎么来的。什么不跟你说。他们就不是不是随便来一点吧来个才艺展示。才艺他没有镜头啊镜头呢。他有啊他把它放大了呀。我放大他了主播暂时离开、啊、为什么我这里看是不你这里咱们都有咱们俩看不到阿杰但是我在外面能看到。不是啊为什么我看不到他我们都能看到他呀。啊那他展示吧没事儿我俩看不见咱俩别看了阿姐闭眼。我能看到我能看到。为什么不打我、哎。你们看我手机来。咱俩这样别人都能看见。我吃饭。你们吃了吗这个点是什么饭呀晚饭。夜宵。土豆炒。这个叫洋葱然后蒜苔炒肉丝。你快别说话了你让人家开始吧你先吃你的。嗯。唱个歌你想听什么呀唱退后吗我好像不太会这个说实话。我要不要。腰好痛啊空空过来揉一下空空。我看看这个我会不会啊嗯应该是不会的我擅长的我算了我不要是唱擅长星星罚不该我罚了我罚那个杰哥了我就罚那个学生生物唱首歌啊不对那会来个才艺不唱首歌天空灰的山哭过离开你以后没有什么擅长脱外套酸酸的空气守着我们的嘴以后最新的结局像呼吸般无法提醒你秋天泛黄的日记这个回忆那笑容是夏季你我的过去就算是真的忘记缺氧过后的爱情粗心的眼泪是懦弱我知道你我都没有错只是我怎么退后信誓旦旦给了自我什么呀我们都没有错只是放手没比较好吧健身妹啊吃也要吃啊最美的爱情健身妹吃不重复啊可以了吧好，可以。那我就先撤啦，好，那我们再见，拜拜，拜拜，宝贝们，拜拜。这个歌唱的，给你们模仿一下，他刚唱那首歌叫什么？周杰伦的什么歌？他唱的是什么啊？周杰伦的最长的电影是吧？好像是，没听。我学一下他吧，我学一下他哈，我学一下这个小姐姐啊、哦，我学一下这小姐姐啊、哦，比如说啊、哦，还是，
他不是唱吗？放歌，放歌是哪一只稻子？聪明的当然就知谁记得我的身子。你们就学的我就说我学的像不像吧，就说我学的像不像。我好想再淋一遍，听得我难受。咱们花了多少元的，我想想啊，咱们花了1800块钱听了这个歌，非常的不错，花了1800大元子听了个这个歌。咱们要在夜市上点歌，咱们要在夜市上点歌，然后就是20块钱能1800元子能让他唱到一晚上，让他唱一晚上，知道吧？我之前在夜市上唱歌，他们就是20块钱一首。你们在夜市上点过歌吗？20块钱一首。我刚要说，对对，20块钱一首，他唱的特别的有劲儿。他们做惩罚太敷衍。那我觉得，那我就有点亏了呢。我天天做惩罚，这么认真，是不是？收几块，哎，在抖音上也有那个啥的，就是也有点歌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一首歌多少钱多少钱的那种。我认真是会有回报的，你看猫姐都喜欢我这样认真的，对不对？哦，我做 PK 每次都太认真了，我都给人家嗷嗷跳，嗷嗷跳。是不是？希望一如既往吧，就是希望我不忘初心吧，是吧？不忘初心。但今天状态不是很好。等会儿啊，我来接个麻烦。Hello，新新，给你找一个宝贝来。Hello， 江云，刚有一个男主播，他要跟你连个麦，跟我连个麦，他是专门找跳舞好看的女主播，然后给另外一个大主播那种推送的那种。哦，七爷跑了，没事，叫你别唱，快感谢江云吧你。还我七哥，快给他发！叫你别唱，快感谢我，待会下播来我这里上供。刷点，中间有份儿。对，我也干中间了，我这我也干中间。下播来我播这刷点。像我以我酸姐的实力，最低保时捷吧。火箭，他完全不理我，火箭能算。唱歌唱跑了，他完全不理我。我给他发信息。看到了，我屏蔽你俩，来吧。你屏蔽我俩，来吧。三四说吗？怎么说？咱们这一把三四才艺吗？还是什么？听你们的。欢迎柠檬酸柠檬，这不是酸姐加柠檬吗？听你们的。咱们怎么说呀？怎么说呀？对，这一把了，赶紧大点干，早点上。快点干，早点上。三四才艺。行，三四才艺。过程票少的蹲下。蹲下。五分钟。第一名呗。行。开麦的不开麦的？不开麦，开麦，开麦了。当然要开麦了，算计老师就喜欢，当然要开麦了。他就喜欢，就喜欢被我，就是喜欢被我审判，是吗？算计老师，欢迎黑棋。别天天审判这个审判那个了，你怎么你法官呢？你审判的。我就想审判你呀、啊，歌曲梦。姑姑，姑姑新学了个词。姑姑，你那不是那不是有个女主播吗？那个叫什么来着？天天连麦就咕咕咕咕咕咕的。谢谢我太阳。啥呀？姑姑是我家管理。
等一下，开局开局、哦，咱们家开局了。这次我审判吧，感谢我们家邪魅哥，谢谢我们邪魅哥。蹲下是吧？这次我审判吧。感谢我们娃娃，什么叫实力？告诉你们。蹲下，咱们开个。什么叫实力？什么叫实力？这就是实力。什么是财阀？这就是财阀。什么是资本？这就是资本。资什么资本？感谢朱哥，感谢朱哥，感谢朱哥。犹豫，不要在那里徘徊。犹豫徘徊等于白来，这一把主打的就是让你们三个知道什么叫做体统。体统，佳颖能不能不要蹲得这么的倔强啊？你看那两个女主播蹲成什么样子，你蹲成什么样子，你露大半个脸出来干嘛？我高。他说你们两个矮，你们俩怎么样？他高，他高，他高得很。有我、哦，谢谢我们猪哥的520小星星，感谢我们猪哥，都下去吧，都下去吧，让我站起来一会儿，让我站起来一会儿。江爷爷，你确实，他们你确实有点过分，你看人家都露半个头，就你露一个头。都跟他数数呢，好像数了一样，就会有了一样。感谢我们猪哥的520。啊，谁刚刚数了？谁刚刚说数了就有了啊？好像数了就有，这就是有了啊！数了就有，先有味儿，要不？咋的啦？嗓子不舒服啊？嗯，嗓子不舒服，开始咳嗽了。嗯，星星，你也不至于头也不露出来吧？你这一天天的，也不至于头也不露吧？你们这一天长这种，个个长这种漂漂亮亮的。不会我700票直接把你们拿裂了吧，双吉老师啊，你每天直播就混鱼的，唱歌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嗯，江爷爷这么沉啊。江爷你屁股这么沉啊，你俩怎么了？你俩要是嗓子不好使，明天去医院看看，别在那咳咳咳了。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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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吃了咳两下不是正常的吗？叫什么酸鸡啊，打1000分，你不如改成小鸡鸡好了。江眼在那边似笑非笑的干嘛呀？嘴巴张得这么开，哭一个。跟你托姐在这里五五玄玄的，不知道谁坐在你面前是吧？那个星星还把烟给放起来了，就你分最少，还开个加湿器。这我说话说什么话？不是吧，姐姐们2000都超不过来了。谢谢朱哥的保时捷，感谢朱哥的保时捷，让你谢谢了，不准谢谢。好，谢谢我们朱哥的两个保时捷，就你那个叫托托的，第一次像我这么跟我说话是不是啊？不知道你欣姐在这江湖上的名号是不是？你跟我五五圈圈三三四四的，你跟我这，还要吃板栗，吃你的大板栗吧。好。还有，我看第四名是谁？让我看看第四名是谁。哎呀哎呀，什么什么？欣姐在江湖上的名号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托姐永远得是你托姐。你不信，你问一问这个大主播江妍妍，见到我她都得叫我一句托姐。妍妍叫一个。叫什么？谢谢我少帅。啊，叫什么？这一天的分不清大小丸呢，是不是？啊，分不清大小丸子，教教你规矩，教教你体统啊！谢谢我窝了薰衣草庄园，感谢我窝，谢谢我窝了薰衣草庄园，感谢我窝了薰衣草庄园。双姐在那里指手画脚干什么？双姐、啊，你们这一天天的，双姐票最少啊，这是干嘛？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每天早上播晚上播，大哥钱都被你还玩了。谢谢岁月哥。现在女主播拉票都是靠魔法是吧？咋的？你以为你是交警呢？星星，你动两下，他们就听你的，就在那儿动了。你以为你是交警呢？你，感谢我们岁月哥哥。啊！
酸辣老师这个后面还开着这个壁炉呢，这是什么家庭啊？早上晚上都播，早晚都播，有没有打过江妍妍呢？谢谢我们陈哥的摩天大楼，谢谢我们陈哥。怎么说呢？怎么说呢？这个叫托托的，刚才你声音挺大呀，以后见你心姐小点声说话好不好？小点声好吧。谢谢我们陈哥的摩天大厦，谢谢我们陈哥，我还要感谢一下大哥，你们怎么不感谢呀？感谢我们陈哥，谢谢我们巨哥。又开始了，江妍又开始用魔法打败魔法了，是吧？我站起来了，我坐下了，我坐下了。有没有人抄我？真的坐在这真的好无聊哎，真的很无聊，真的很无聊，真的很无聊。他这个嗓子都要咳坏了。拉票，我是真的咳，我呛喉管了，我吃的。哎呦，人家轻易，哎呦，我吃个板栗呛我喉管，那个雨我能给欢迎小鱼儿。我真的在咳嗽，不是假的。呛到我这一把咱们就这一把咱们能够当第二闭麦了，一二三四连换太闭麦了，闭麦了，我以为这把要打一个世纪大战呢，真的这把要打个世纪大战。谢谢我们朱哥，感谢我们陈哥，咱们还有没有小哥哥能够就是简简单单咱们高高低低咱们来一小那么一点点儿？谢谢我们，谢谢我们哥哥们的续费的灯牌，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哒哒哒哒哒哒哒，嫂子带你们摇起来，嫂子带你们摇起来，摇起来。第一名了，咱们就数是第一名了，第一名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不跟我说话，我就不说话了，我就不说话了，我就坐在这儿了，我就坐在这儿了。好，行，真不跟我说话。大家没点赞的可以点点赞，我们十万赞呢还差一点点，咱们十万赞呢还差一丢丢哦，还差一点点十万赞赞。谢谢猫姐，谢谢不慌不慌不忙，肯定不慌不忙，谢，大家点点赞哦，看一下能不能点到十万赞，能不能点到十万赞。嗯突然就高了起来了，欢迎皮皮树哥哥，又只有四十秒，不会不会，第二了，我看到了，猫姐，我一抬头怎么就第二了？我一抬头就第二了，兄弟们，我一抬头就第二了，差的不多，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欢迎四哥，还有最后的十八秒，咱们能不能呀？第三了，甚至快第三了，我的天哪！还有最后的十秒，咱们能不能守个塔呀？守个塔，守个塔，守个塔！谢谢我们陈哥的私人飞机，还有最后的三秒了，最后的三秒了。我第几啊？我第三，我第二好像是，好吧？谢谢我们陈哥的私人飞机，感谢我们陈哥。谢谢我们陈哥的私人飞机，谢谢我们陈哥的私人飞机，谢谢我们朱哥，一二罚三四是吧？好，我们至少还是第二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才艺，咱们来浅看看。看到我的白白，谢谢孙悦。
感谢岁月，谢谢我们姑姑，感谢我们小娃，谢谢娃娃，谢谢咕噜，感谢九哥，谢谢金哥，谢谢轩轩，九百分，咱们就感谢大家。我这个开了光的嘴，谢谢大哥，好久不见啊，拜拜，谢谢大哥，光顾着打字了，没手没手，差一点差一点。我刚预判了一下，我说酸姐肯定是强三强四的，九三九四。好，七拖八拖的。七拖八拖的，八拖的什么？七拖八拖。听说三位都有点看不惯我，这把确实是咬不动我的。可是看不惯你呢，真的是。笑死了。忘记怎么扛拖把的了。好，我这把我罚三姐扛个拖把。啊？风水流转了。你居然让我拖姐扛拖把啊！我拖姐什么时候居然输给了我酸吉老师啊？那可不是吗，输给了小鸡鸡，小鸡鸡。啊，欣姐长怎么奖励啊？我奖励你吗？我脸好红啊。不然呢？我奖励你，奖励你，嗯，干个啥呢？可以吗？看看穿搭，他的穿搭我今天看过了。让我看看你那个拖把有多干净来。哦，上次说我的拖把脏，他刚才要看我一个全身的舞蹈，我今天也要看他个全身的，好不好？哎呦，不跳舞了，我头疼了，我跳跳一晚上。那你在后面走两步吧，是不是很干净？你家肯定没养猫，走三十秒。我家两只猫，两只狗呢。走什么？走三十秒。走三十秒。看看穿搭，走三十秒吧。OK OK。哎，这个小鸡鸡挺聪明啊，把头也下了，把尾也下了，那不太扯了，太扯了。哇，江妍妍，我要给你刷小心心。哇，哎呀！江妍妍怎么长的？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江妍妍那个腿是怎么回事啊？黑一块呢？社会上的事你少打听，问这么多真的是。江妍妍的丝袜勒不勒的？不要打扰我莹莹姐。江妍妍，你沉不沉呐？他在假装高冷，实则嘴巴都气歪了，实则都笑死了，开心死了，他都。江岩下播，江岩下播一脱袜子，两个印子，因为是干什么勒的？这不勒的吗？你们？妍儿姐好沉呐，好喜欢呐。这不勒的吗？你们？可以，我要扛多久啊？你上次让我扛了多久？我忘了。我上次就让你扛一下，就让你放下。放屁！我扛了起码十几分钟。你放屁！拜拜。行，那我先结了啊，宝贝们。嗯。好，拜拜，大家下次玩，拜拜。嗯。你不提还好，提了我还想起来他。嗯嗯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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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的好渴啊！来拿杯水喝去。哎，我问一下，今天周六是你们上班吗？今天是不上班吧？是吧，今天休息是吧？我说今天怎么直播间人比较少，我感觉今天直播间人不是很多耶。明天不想播了，直播间都没，我一到周末我感觉直播间人都不是很多。喝口水。你们那边冷不冷啊？我们这边太冷了，我感觉喝这种凉水都现在都有点扎牙了。感冒了？谁感冒了呀？他爹，你感冒了？他爹，四哥，我刚看你挂着人没了，你睡了一觉醒来了呀？四哥，
电话又把你吵醒了是吗？谁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叫你出去玩啊？我想你想的啊，那个啊，他爹，我跟你说呗，我今天输液了，你猜我输的什么液？不然不会醒。那你接着睡吧，次哥，挂着接着睡吧。我们在直播间哄你睡觉。或许忘记过去才能走到解脱，或许分开会再找回自我。想你的夜，土不土？想你的夜。那些爱的经过，就像流星坠落，烫伤了我的眼眸。那些痛的承诺，就像大雨滂沱，至今我都无法想。别像风一样来了那样走，别像大雨一样停了停了又落。现在好皮呀，我皮嘛，那不是好久没见你了吗？先出去回信息。好的好的，次哥，你没事你回吧，你挺忙的，你咋这么忙呀？你太忙了，哼。大家点点赞，我们还差一点点到十万赞了。咱们没有点赞的哥哥，把十万赞咱们冲起来，好吧？把赞赞点到十万，咱们赞赞点到十万。你在哪儿那么冷？我在安徽呀、啊，猫姐，你在哪里呀、啊，猫姐？安徽挺冷的，安徽，我属于皖北这边，我家属于皖北，我们家就是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冷。你比如说像南方的那些城市。他们就是没那么冷，可能他们没那么冷。然后我们这边是属于什么？我们这边属于特别的冷，然后还没有暖气的那种。比如北方的城市他们可能会有暖气，我们连暖气都没有啊。谢谢他爹的亲吻，感谢他爹的亲吻。这个想你的夜值价值一个亲吻，想你的夜价值一个亲吻。我在北京六环呀。那你们北京应该也挺冷的啦，北京不是更北吗？北京应该更冷了。买个电暖气，我底下现在有电暖气，就是我的意思，就是现在都干什么很冷了，而且我们这里没有那个啥玩意儿，就是没有夏天，我感觉没有秋天，就是突然好像从夏天就到冬天了，巨冷。你觉得还好啊？你平时出门吗？你平时出不出门？哦哦，原来是这样，反正我不是很懂。那北京不是很干吗？也没有见过有人。今天嫂子开播了没呀、啊？今天嫂子开播了没？在家开窗户睡夏天，穿夏天睡衣呢？这么夸张呀？我在安徽开着暖气，你在北京穿夏天睡衣。他开播了是吧？哦，我以为他今天没开呢。可能你那边潮冷，我这边是有点冷。他就你最近在玩啥呢？你都没来看你的小宝贝了。我在越南吹着冷空调。你是越南的吗？北京是干冷是吧？北京是那种老干冷的那种。像对我们女孩子就不好，就是说非常的不好，因为她对皮肤不好。在这边出差，你出差多久呀？
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不必说。上千九十天在越南吗？越南好不好玩？有没有好吃的呀？可是你惹怒了生命，感受经络怎么说？当我与越深了秘密，在一个人的漠河无际，如果没有见过极光，欢迎我们陈哥。陈哥你卡，你是不是有点卡呀？我感觉上我孩子，哎，你有孩子了猫姐，你都有孩子了。我家孩子不睡觉真烦人，打一顿揍他一顿，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那子木你怎么能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呢？咱们就是说咱们一定要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16个月太小了，16个月我算1岁，让他看姐姐，看我。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呀？小男孩还是小女孩？也是哦，小女孩是吧？让他看看我，看我再给他打招呼。Hello， 小妹妹你好，谢谢小妹妹你好。他跟你一起看，他能听懂吗？我来哄哄他，我来哄哄他。Hello。不能，我给他放首儿歌他就能听懂了。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吧，我们发个福袋咱们就是来个全民福袋呀。别，我都快听吐儿歌了。谢谢讨厌哥，感谢讨厌哥。谁唱的？